第五百六十一章周元碾压。空，雷鸣震动天地，雷青海双掌之间的雷翼猛地破空而出，雷光闪烁，宛如雷龙咆哮。在那一道道震动的目光下，携带着可怕的威能，对着周元所在的方向笼罩而下。在那远处，周泰、吕烟等人见状，眼中皆是掠过担忧之色，因为此时雷青海展现出来的实力，竟然比起原池记忠实的百里彻还要强横一筹。 虽说他们也都知晓周元经过九龙洗礼后实力似乎是大涨，但周元在那之后再未曾真正的出过手，所以对于此时周元的真实战斗力，他们也是有些不甚清楚。如果周元真的在与雷青海的交手中出现了被压制的情况，那对于其自身的名气还是会有着不小的打击的。毕竟不论如何，他都是苍玄宗的首席，而雷青海只是出自小雷门。轰某在那诸多目光的汇聚下。 雷印带着雷光咆哮而至，然后当头就对着周元所在之地狠狠地镇压而下。下一瞬，璀璨的雷光便是将周元的身影淹没。雷青海傲立虚空，他望着那雷光璀璨之处，眼中一片森寒。张狂的家伙竟然还敢硬抗我这雷王印！既然是你自己找死，那也就怪不得我了。他这雷王印是他们小雷门的独门元术，霸道无比。以往与人对战。 不知道多少人败在他这雷王印之下，而眼下这周元也将会成为他显赫战绩上面的最新一笔。在那诸多目光的注视中，璀璨的雷光持续了半晌后，稍稍的退却，再然后其中的景象便是清晰的显露出来。雷青海第一时间看去，那周元被他雷王印击中，就算他的肉身再强，必然也会被重创。而被重创的周元显然不会再是他的对手。 在雷青海心中转动着这些想法的时候，他的目光渐渐的凝滞，因为他见到，在那雷光之中，一道修长年轻的身影静静而立，在他的身躯上似乎并没有任何的伤势。雷青海嘴角的冷笑渐渐的凝固，他看见那一枚雷光闪烁的雷王印，此时悬浮于周元上空的位置，而在周元的身后，金色元气弥漫，宛如是形成了一片千丈星空，其中有着金色的星辰闪烁。 一股股雄浑强悍的元气波动源源不断地扩散出来，将那试图镇压下来的雷王印抵御在外，令得其无法跌下。哗！那些注视于此处的各方人马猛地爆发出哗然声，面色震惊地望着那一片千丈左右的星斗。那是，那是元气化星斗。他们最终惊骇出声，因为他们都知晓，唯有当气府中的元气星辰达到万数时，方才能够显化出这般异象。而万数的元气星辰。 唯有着一些底蕴极为扎实的天骄，方才能够在突破到九重天时堪堪达到。就如同那雷青海，虽然踏入了九重天，但他的元气底蕴也不过才九千左右的元气星辰，所以他们无法想象，为何周元明明只是七重天的元气修为，可其元气底蕴确实能够达到这种恐怖的程度。这简直就是一个变态。而与局外人相比，雷青海此时无疑是最为的震动。他望着那元气星斗。 心中宛若是翻起滔天骇浪。他之前以为周元不怎么动用元气，是因为其自身元气底蕴孱弱，但他哪能想到，周元的元气底蕴竟是突破到了万数。他以为肉身之力就是周元的倚仗，但却没想到，周元的元气底蕴其实比肉身之力更可怕。怎么可能？他肉身已是如此强横，怎么会连元气底蕴还这么强？雷青海心中咆哮着，他在小雷门中也算是天才人物了。 但眼下和周元这么一比，那差距简直就是惨不忍睹。不过对于雷青海心中的咆哮，周元却是懒得理会。他扭了扭脖子，经过先前的试探，他感觉自身的肉身之力似乎也是较之以往有着不小的提升。不然的话，先前也不会仅仅凭借着肉身之力以及少量的元气就能够和雷青海斗得不分上下。不过周元也明白，如今他的肉身之力虽强，但想要靠此击败雷青海的话， 恐怕需要长时间的缠斗，但周元显然是没这个时间跟他继续的玩下去了。周元伸出手掌，皮肤闪烁着玉光，血肉中的骨骼有着银光闪涌动。他的身影一闪，便是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了那雷印之前。他双掌猛然拍下，金色元气将雷印困住，然后双掌缓缓的靠拢，体内的元气与肉身之力在此时尽数的爆发。咔嚓，双掌间的空间都是在此时扭曲起来。 有着空间裂纹若隐若现，而身处其中的雷印虽说疯狂的爆发着雷光，但却根本无法脱离捆缚，只能伴随着双掌的靠近，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嘎吱声音。周元的双掌最终彻底的合拢，雷印则是在其掌心间化为了银色的光点碎裂开来，有着余波肆虐出来，却被周元的双掌硬生生的抗了下来。于是，那来自雷青海的最强元素便是这样被周元凭借双掌。 硬生生的暗灭了。周元随意的拍了拍手掌，然后双目投向那面色苍白的雷青海，似笑非笑的道：“先前你说想要看看我隐藏了几分本事，现在还失望吗？”雷青海嘴唇蠕动了一下，却是一句话都未曾说出来。他望着周元那冷漠的目光，一股恐惧之意却是渐渐的从内心深处攀爬出来。周元如此轻易的就将他最强元素抹灭，已经足以说明双方之间的差距。此时此刻。 雷青海的胆魄已是直接消散，所以他没有半点要回答的意思，直接是在那个方人马惊怒的目光中猛地掉头暴射而出。他的身影宛如一道虚幻的雷光，疯狂逃遁。因为雷青海总算是明白了，先前这位苍玄宗的首席不过是在把他当陪玩而已。当其真正认真起来时，雷青海虽然不想承认，但也得承认，他不是对方的对手。继续拖下去，他恐怕真的会死在这里。 雷青海的逃遁，直接是造成各方人马一片混乱，特别是那些小雷门的人，更是急忙掉头跟着逃走，再不敢多留。一时间，那些围攻山顶的各方人马瞬间溃败，在苍玄宗弟子的追击下，死伤惨重。倒是果断啊！周元望着那划过天际的雷光，淡笑一声，只是那眼眸却是颇为的冷冽。不过挑起了事，就想这么一走了之，你倒是想的有些天真。 周元袖袍一挥，一道黑光猛地自袖中爆射而出，迎风暴涨，赫然是天元笔。只见它呼啸而过，犹如是穿透虚空，宛如夜空中的流星。嗡、哦！天元笔上汇聚着周元的雄浑元气，那般威势可谓是强到了极致。啊！远处那逃遁的雷青海似乎是想要强行抵挡，但最终当天元笔爆裂而过时，却是带起了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周元立于虚空，面色平淡，手掌一招。 天元笔呼啸而回，雪白毫毛将一道满身鲜血的人捆住，掉在了周元的面前。雷青海满脸鲜血，面色惨白的道：“周兄，之前是我有眼无珠，没必要赶尽杀绝吧？我们小雷门虽然比不上你们苍玄宗，但你们又何必在这里多树一个敌人？”周元笑道：“先前你对我们出手时，都未曾在意过苍玄宗，眼下我又凭什么理你们小雷门？”他的眼神冰冷，掌心有着元气凝聚。 一掌拍出，显然就要直接下杀手。狂暴的劲风扑面而来，雷青海害得魂飞魄散。尖锐的声音刺耳的响起：“别，别杀我！我用一道六彩宝地的线索换命。”砰！周元的手掌停在了雷青海的面前，劲风震得后者脸庞上鲜血狂流。他眼神波动了一下，盯着雷青海，缓缓的道：“你说的是六彩宝地第五百六十二章六彩宝地。”天元笔悬浮在天空上。 雪白的毫毛垂落下来，将那雷青海的四肢尽数缠绕，一些毫毛甚至是穿透了近其血肉中，令得他连体内的元气都是无法催动。此时的雷青海就是一头待宰的猪，所以当雷青海见到周元那满含杀机的一掌停下时，也顾不得脸庞上的剧痛，急忙点头道：“真的是六彩宝地。”周元眼中掠过一抹金色。所谓宝地，是玄元洞天中一种特殊的区域。 汇聚着极为磅礴精纯的玄元之精，而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那些玄元之精甚至会自动汇聚凝练，当玄元之精汇聚的越来越多，最后就会形成天然型的诸神异宝。只要能够将其得到，那不知道将会省去多少采集玄元之精的麻烦。周元他们眼前占据的这座山头，虽说有着不少的三色玄元之精，可估计众人这么分散下来，周元虽然得到了不少。 但恐怕依旧不够凝练出一道三色级别的诸神异宝。而雷清海所说的六彩宝地，那也就是说，在那其中有可能存在着六色级别的诸神异宝。那简直比采集六色的玄元之精还要稀罕珍贵。只要能够将其得到，那么待得突破到神府境时，开辟出六神府已是板上钉钉的事。由此可见，此物之珍贵。要知道，放眼他们苍玄宗，如今有把握凝练出六神府的人。 恐怕也就是大圣子能够做到，所以面对着这种级别的宝贝，就算是圣子级别的人物都会为之心动。虽说他们的野心或许不至于六神斧，但如果能够得到六色的诸神异宝，也对他们大有裨益。你是说，在我们这片地域有着一座六彩宝地？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短暂的震惊后，周元依旧感到有点不可思议，眼神凌厉的盯着雷青海，再度问道：“六彩宝地。” 但应该是出现在玄元洞天深处的地方才对，可他们这里还不过只是外围罢了，所以怎么会出现？你先保证放我走。”雷青海咬了咬牙道。周元双目微眯，盯着雷青海片刻，然后道：“如果你所说属实，我就放了你。”雷青海道：“我们小雷门上一次玄元洞天开启时，曾有一位师兄误入那片地狱，不过那宝地深处有着极大的排斥之力，唯有身怀四色柱神异宝。” 方才能够抵御住那种排斥。这，这是地图玉简，上面有地点标识，你们也有地图，可以对照。他生怕周元一个不耐，直接将他斩杀，当即急忙掏出了一枚玉简。周元手掌一握，玉简吸入手中，不过他并没有直接查看，而是小心的催动神魂之力扫描了一番，在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波动后，方才将其贴在眉心。玉简微微震动，信息涌入周元脑海中。 那的确是一卷地图，地图粗略看去，倒与他们的地图相差不大，只是赛雷青海这御简地图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光点，而且看色彩也不过两色左右。不过周元的心神很快就汇聚在了那地图的西北方向，只见的那里有着一团极为璀璨的光彩，那光彩呈现六色，光芒前所未有的强烈。显然，这应该就是雷青海所说的六彩宝地所在之地。望着这道光团。 即便是以周元的定力，心脏都是在此时忍不住的剧烈跳动起来。他此番进入玄元洞天，最主要的目的便是要得到七色的铸神异宝，好让得他在突破到神府境时，最起码开辟出七神府。如果他能够得到那宝地中的六色铸神异宝，那么他的目标基本就完成一半了。这无疑将会省去他诸多的时间与精力，到时候说不定还能够做七望八，心中翻江倒海。 但周元的神色却是不显波澜，他睁开双目，将玉简收起，瞥了一眼那雷青海，淡淡的道：“希望你这线索是真的。”其实他心中知晓，那六彩宝地十有八九是属实。雷青海干笑道：“绝不敢骗你。”现在可以放我走吗？”周元似笑非笑的道：“放你走吗？”雷青海面色一变，道：“周元，你说话不算话！我说了用这线索换我一条命，放心，我会放你走的。” 周元扫了他一眼，忽然将其抓起，直接对着远处那座古老森林中丢了进去。在将其丢出的同时，周元心念一动，有着诸多雪白毫毛自天元笔中掠出，钻进了雷青海的体内。雷青海从天而降，就欲催动元气，不过旋即他面色便是巨变，因为他骇然地发现，体内的元气仿佛是在此时被什么东西封印了一般，竟是动用不得半点。啊！于是凄厉的惨叫声从他的嘴中传出来。 他的身体直接是划过天际，坠落进了那重重古老森林之间。周元立于天空上，拍了拍手，他眼神淡漠地望着那古老林间，道：“那些毫毛能封印住你体内的元气三天，如果三天中你在里面没死，那自然就是你的造化。不过那古老林间有着诸多凶残元兽，就连他们赶路都是绕开这些地方。而雷青海如果真能在元气都没动用的情况下活下来，那还真是他命不该绝。” 周元并没有杀了雷青海，因为没有多大的意义。六彩宝地的线索，既然雷青海知晓，那么那些逃走的小雷门的弟子应该也知晓一些。而且按照周元所知，六彩宝地一旦真的出现，必然动静不小，掩藏是不可能的。眼下他提前知道线索，倒是可以为此做一些准备，取得先机。很多机缘能够得到一些先机，就以石书为不易，奢求太多，倒是有些不切实际。 周元再看了一眼森林中，便是不再理会那雷青海的死活，直接脚踏元气急掠而出，最后落回了山头上。瞧得他回来，顾红衣、周泰、吕烟等人也是赶紧迎了上来。那家伙呢？你把他放了。顾红衣看看后面，抿着红唇道：“看样子他对那雷青海倒是讨厌的很。”周元笑了笑，将对雷青海的处置说了一下。顾红衣等人听完，都是面面相觑，然后忍不住的打了一个寒战。 他们实在想不出一个人元气封印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那森林中活下来？而且在这期间，雷青海将会享受到诸多恐惧。一想到那一幕，他们倒是感到极其的解气了。这家伙也是咎由自取，竟然敢将主意打到我们苍玄宗头上来了。顾红衣冷哼道：“对那雷青海的下场毫不同情。”周元笑了笑，问道：“我们没什么损伤吧？基本无碍。” 有几个弟子稍微有点小伤而已。顾红衣起手微点，旋即他看着周元，俏丽的脸颊上有着动人的笑颜浮现着。此次争斗，你倒是打出了名头，想必要不了多久，你在这片地狱也算是个名人了。那时候，类似这种不开眼的人应该会少很多。周围的弟子看向周元的目光中，也是有些尊敬与钦佩之色。周元展现出来的实力，让得他们安全感大涨。 不管各峰间平常有什么竞争，但到了这充满着厮杀的玄元洞天中，有着一个实力强横的领队者，对他们而言，无疑是最好的事情。周元对于所谓的出名道士并不在意，若真是有不开眼的人，他不介意让其再成为第二个雷青海，准备继续采集玄元之金八，争取两天内将此处采集完毕，然后赶往其他的目标。周元抬起头，望着远处的方向，眼中有着火热涌动起来。 接下来这段时间，看来他得全力采集玄元之晶了。只要等到他凝练出四色的铸神异宝，那么他就将会第一时间赶往那处六彩宝地。第五百六十三章首席球员。山体之中所蕴含的玄元之晶，在两天之后彻底被周元以及这支队伍采集完毕。而在这两天间，虽然陆陆续续,续依旧有着不少人被采集玄元之晶的动静吸引而来。 不过却在没有出现之前，如雷青海他们那种试图抢夺的情况了。显然，前两天那一场大战已经在不知不觉间的传播了出去。如今这片地域中的各方人马都是知晓了，这位看上去似乎很弱的苍玄宗圣元峰的首席，其实是一个超乎人想象的狠角色。所以，在经过理智的衡量后，各方人马也是收起了贪婪的视线，将目标转向别处。也正是因为这种顺利，周元他们才能够在两日的时间中。 将此处的玄元之精采集完毕，而在将此处的玄元之精采集完毕时，周元倒是有着一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他采集的玄元之精竟然凝练出了一道助神异宝。哇！周元首席凝练出助神异宝了吗？山顶上其他弟子听闻，顿时哗啦啦的涌了过来，将好奇的目光投向最中央那道身影。此时的周元伸出手掌，只见得光芒在其掌心汇聚。 最后渐渐地形成了一颗约莫婴儿拳头大小的圆润珍珠，只不过这颗珍珠之上缠绕着三色光晕，神妙异常。这就是铸神异宝吗？众弟子灼热地望着那颗三色光珠，这一刻，他们能够感应到体内气府在震动着，那种极其渴望的感觉。周元盯着手中的三色光珠，也是有些讶异的笑了笑。他原本以为这里的玄元之精应该不足以支撑他凝练出一道铸神异宝，没想到最终还是成了。 这应该是他后期随着熟练度的提升，采集效率也是大大的增加。而且他是实境后期的神魂境界，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无疑会比其他人更占优势。不过对于这凝练而成的三色柱神异宝，周元也只是有点惊奇，并没有太过的欣喜。毕竟一道三色的柱神异宝还不至于他过于的兴奋。他的目标是起码达到七色等级的柱神异宝。不过有总比没有好，而且如果得到了其他的柱神异宝， 还能够将两者融合，进而凝练出更高等级的诸神异宝。周元手掌一握，三色珍珠形态的诸神异宝便是消失而去，没入其气府之中。他站起身来，看向其他弟子：“走吧，此处的玄元之晶已经采集完毕，我们直接赶往下个地方。”声音落下时，他脚下已是有着金色元气升腾而起，辨认了一下方向，便是对着地图之中所记录的另外一处有可能存在着玄元之晶的方向而去。 既然三色筑基一宝已成，那他就应该尽快将其升成四色等级了。因为按照雷青海所说，想要进入到那六色宝地深处，必须身怀四色筑基一宝，才能够抵御那种排斥，否则根本无法接近。在其后方，众弟子也是面色兴奋的紧跟而上，显然已是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凝练出属于自己的筑神异宝。在接下来的将近十天时间中，周元率领着队伍一路搜寻。 接连抵达了地图上面四个标识之地，不过其中两个地方都是空空荡荡，显然是未曾诞生出玄元之晶，剩下两个，一个蕴含着两色的玄元之晶，一个蕴含着三色。不过总体玄元之晶的储量反而不如他们第一次的目标。显然玄元之晶在这玄元洞天中也算是颇为的稀缺，所以这些天下来，周元那一道三色的诸神异宝始终未曾晋级到四色。毕竟三色与四色之间。 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即便是两个三色柱神异宝相融，恐怕都是无法填满。但周元并不着急，玄元洞天极为的辽阔，他们眼下所处的区域不过小小的一角。即便是如此，此时的他距离将此这片地域摸索通透，都还差得远。眼下这片地域还有着很多地方未曾探测，其中必然是隐藏着一些蕴含着玄元之精的地方。而在这十来天中， 周元他们依旧还是遇见了一些因为贪婪而觊觎他们的队伍，期间免不了恶战，但基本上最后取胜的都是他们这一方。毕竟眼下圣子都先进入了深处，这外围地域能让得周元忌惮的人并不多。于是，在那一场场胜利之下，由周元所带领的这支队伍，无疑是彻底成为了这片区域之中的小霸王，在无人敢挑衅。当然，周元这支队伍能够如此容易就称霸这片区域。 主要是因为并没有其他五大巨头宗派的队伍出现在此处，这玄元洞天外围太过的辽阔，眼下各宗的首席弟子应该都是分散在各地。不过随着逐渐的对着深处推进，总归会碰到一起，那个时候不知道会引来多少的厮杀。轰！一座山壁之前，数十道身影不断的催动元气轰击而出，顿时山壁碎裂，巨石滚落下来，而一些巨石中有着光晕浮现。 紧接着便是有一道身影闪掠而出，将那巨石打碎。只见得其中有着一枚约莫拳头大小的石头飞出，石头宛如玉石一般，散发着光晕。他们将这些玉石般的石头尽数的汇聚起来，然后送到了立于高处警戒四方的周元面前。这是最后一批了。顾红衣查了查白皙的俏脸，对着周元说道：“他们所在之地是御检地图中这片区域中最后的一处标识地了。” 此处蕴含着一些三色玄元之晶，正是这些如玉石般的东西。不过，这里在经过他们三日的时间挖掘后，也是被掏空了。周元点点头，道：“先分下去吧。”顾宏一起手微点，指挥人上来将这些玉石搬走，分给四周那些挖掘了半天的弟子们。当然，最大的一部分还留在周元的面前，因为这是属于他这位领队者应有的。周元也并没有客气，他双掌间元气涌动。 直接是将地面上那些玉石尽数的吸上，元气滚压间，玉石纷纷化为粉末，而其中蕴含的一缕缕三色气流也是升腾而起，顺着周元的掌心涌入，最后尽数的落入祭府之中。祭府内，一颗三色的光珠悬浮着，将那些三色气流尽数的吸取而尽。随着吸取了一波三色玄元之精，这道三色的铸神异宝的色彩也是显得更为的浓烈。不过，周元所期待的第四色始终还未曾变化出来。 周元睁开双目，有些遗憾的摇摇头。在他的感觉中，这道三色柱神医宝应该就差丝毫就能够晋升到四色，不过也快了。只是他们这片地狱中所标识有玄元之精的地方都已经被他们探测过了，接下来还想要探寻的话，那就只能前往其他的地狱。秋。而就在周元打算吩咐队伍整顿出发时，忽然远处有着一道急促的破风声响起，然后他便是见到一道光影疾掠而来。 落在了前方，那是吕烟。原本他应该在远处警戒，不过此时他那俏脸上却是布满着急切之色。怎么又有不开眼的人来了？周元见状问道。吕烟急忙摇头，旋即他伸出手掌，掌心中有着一枚血红的令牌升起。首席吉原令。当瞧得这枚血红令牌时，不仅周围诸多弟子齐齐色变，就连周元眼瞳都是猛地一缩，脸色变得凝重起来，因为这道令牌。 赫然是他们苍玄宗的吉元令，而且还是只有首席才有资格发出的吉元令。此令一发出，自会穿梭虚空，找寻最近的同门弟子。不过此物贵重，如果不是极为凶险的时刻，基本是不可动用。周元不敢怠慢，伸出手掌，一把抓住令牌，元气贯注而进。令牌之上光芒闪烁，紧接着有着急促的声音传出：“我是林文峰首席金章，我对被圣宫埋伏狙击，我率众而退。” 以原文结界为首，对方有两位首席坐镇，实力极强。点而我的队伍中已有十三人被他们所杀。那最后一句话显得极为的低沉与愤怒。花而一旁的顾红衣、周泰、吕燕等人听到这句话，眼睛顿时就红了起来。其他的弟子也是脸色铁青。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见宗门的同门出现这种伤亡。收到吉元令的同门，请量力而行。若是不行。 立刻找寻其他首席所率领的队伍，我这里还能再坚持一些时间。最后的声音已是变得微弱下去，令牌上面的光芒也是渐渐的暗淡。周元伸出手掌握住令牌，抬起头，脸色没有波澜的望着其他的弟子，而此时的他们皆是处于愤怒之中。道德此时他们方才切身的体验到这玄元洞天内的残酷。周元怎么办？顾红衣凝眸盯着周元，虽然内心充满着愤怒。 但他也还有着理智。金章先前的传音也说了，对方有着两位首席坐镇，实力皆是极强。如果他们贸然去救的话，说不定也会将自己等人陷进去。其他的弟子也是眼神凝聚在周元的身上，特别是其中十来位出自林文峰的弟子，他们知道周元有拒绝救援的权利，因为他也必须为了自己这边的人负责。山壁前一片寂静，空气仿佛凝固下来。周元神色平静。 他看着手掌的令牌，自语道：“令牌是自西方而来。”他袖袍一挥，元气所形成的地图漂浮在面前。他目光顺着缓缓地漂移，最后停了下来，嘴唇抿了抿，因为他发现令牌传来的方向竟然和自雷青海那里所得来的六彩宝地所在的方向一致。圣宫为何会有两位首席汇聚于那边？难道他们也知晓六彩宝地的存在？周元目光微微闪烁，他手掌一抹。 元气地图消散而去，然后抬起头望向那些正紧张无比望着他的众多弟子。这一刻，就连顾红衣都是玉手紧握，美目盯着周元，等待着他的决定。如果周元不选择去救援的话，虽然他也能理解，但终归还是有些难以接受。周元瞧了他们一眼，笑了笑，脚下元气升起，踏空而起。都还愣着做什么？走吧，同门有难，怎能不救？虽说平日在宗门内。 彼此竞争有着摩擦，可一旦出了宗门，不论是哪一峰，终归都是属于苍玄宗。周元对苍玄宗很有好感，他在这里得到了成长。在他看来，这是除了大周王朝外的第二个家。现在进入玄元洞天的所有苍玄宗弟子，皆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任由金章栽在那圣宫的手中，那对于他们苍玄宗的名声，显然是极大的打击。圣宫首席么倒是想要领教一下。 究竟有何了不得之处？周元脚踏元气远去，淡淡的声音也是若有若无的传来。山壁上，其他那些弟子此时方才回过神来，他们显然没想到周元会如此的毫不犹豫。要知道，去年的时候，林文峰还摆下了元文结界阻拦幺幺呢。林文峰的那些弟子有些羞愧，但望着周元远去背影的目光中，不知不觉间倒是多了一些尊崇之色。 这家伙，顾红衣也是美目瞧着周元的背影，旋即抿着红唇浅浅的一笑，眸子中波光粼粼。装模作样的时候还挺帅的呢，但旋即他俏脸上又是浮现出一些担忧之色。毕竟那可是圣宫的首席啊！点第五百六十四章围困苍玄。连绵的山脉之中本是人迹罕至，然而此时那一处的山谷间却是人影绰绰，沸腾至极。在山谷外的一座清风上。 有着两道身影负手立于一棵绿松之上，在他们的周身有着强大的元气涌动，鼓洞间散发着强横的压迫感。这两人皆是身穿白袍，在那袖间有着一座悬浮于云间的巍峨大殿的神秘图文，那是圣宫的标志。居左者名为王渊，右者名明墨。圣宫有十殿，而这两人便是其中两殿的首席，身份不低。这些苍玄宗的弟子本事没多大。 当起乌龟来倒是挺有手段。那名为王渊的男子身材有些高壮，他背着一根黑色的铁棍，铁棍之上有着原文若隐若现。而此时的他正眼神淡漠地望着前方的山谷，只见得此时山谷之上有着巨大的原文结界升起，将山谷笼罩。那原文结界显然并不简单，防御力惊人，即便是他们一时间都是难以破除。一旁的宁沫笑了笑，他一头黑色长发劈开。 显得有些散漫，他懒洋洋的道：“那金章本就是林文峰的首席，原文造诣极高。他布置的乌龟结界的确有点麻烦，不过终归只是无用之功。这原文结界不可能一直持续，只要将此处围住，他们插翅难逃。”说着话时，他手掌轻轻挥了挥，只见得在山谷周围那一座座山头上，皆是有着人影闪掠而至。那些是圣宫的弟子，此时的他们将这片山谷团团围住。 林墨抬起头，看着这片山脉，远处那些方向不断的有着各方势力赶来，然后远远地看着，不敢插手此间的争斗。毕竟圣宫与苍玄宗皆是苍玄天中的庞然大物，这种巨头之争，他们是不敢插足的。当然，他们同样也很好奇，当这两方庞然大物相撞时，究竟是曾经的老牌霸主苍玄宗取胜，还是如今新晋霸主圣宫更胜一筹？不过看眼下的情况，显然落入下风的是苍玄宗。 在那远处诸多目光的注视中，宁沫身形缓缓升起，脚踏元气，立于山谷之外。他眼神戏谑讥讽地望着原文结界之内的山谷，淡淡的声音响起：“金章，何必再负隅顽抗？若是你老老实实的将你们手中的玄元之金尽数交出来，我可以让你们安然离去。”宁沫，你别做梦了！想要我们手中的玄元之金，那你就先破了我这结界试试。山谷之中，也是有着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 正是林文峰的首席金章。那宁莫闻言讥讽的摇了摇头，道：“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既然如此，那就只能从你们苍玄宗弟子的尸体上面来搜了。”宁莫，你们杀我同门十数人，这笔账我金章记下了。金章声音之中有着浓浓的愤怒。弱肉强食，既然你们没本事，被我们所杀，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宁莫笑了笑，然后也不再与金章多说。 转回山头上盘坐下来，眼神阴冷地盯着那被原文结界笼罩的山谷，看你们还能撑到什么时候？他袖袍一挥，只见得那山谷四周的山头上，近百名圣宫的弟子立即出手，雄浑的元气攻势铺天盖地的呼啸而出，落在那原文结界上，溅起阵阵涟漪。在那远处，有着诸多目光远远的投射而来。当他们见到苍玄宗的队伍被堵在山谷中时，都是暗暗摇头，互相间窃窃私语。 苍玄宗这支队伍看来是要倒霉了。是啊，谁能想到这片区域中竟然会有着两位圣宫的首席？那王渊与宁墨在圣宫十位首席中都算是上游的位置，并不好惹。据说在之前的时候，苍玄宗已是有弟子死在了那两位首席手中。啧啧，这两大巨头宗派可真是死仇啊！一见面就得你死我活。呵呵，新老霸主交替，哪有和平可言？不过究竟如何，还是得看实力。 如果苍玄宗这支队伍被灭在这里，对于苍玄宗的名声而言，怕是不小的打击。各方势力评论着，不过都是抱着看戏的心态。毕竟在他们看来，这两大巨头宗派撕起来也算是好事，这样他们才有捡漏的机会。于是时间便是在那圣宫的围困，其他各方势力的冷眼之下，迅速的流逝。两日之后，轰鸣之声依旧不断的回荡在群山间，那山谷之外的原文结界。 剧烈的波荡着，隐隐间已是显得有些稀薄。看这般模样，原文结界显然是将要达到极限。宁沫笑吟吟的望着这一幕，道：“金章，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你再不识趣，待得结界一破，可就别怪我要大开杀戒了。”山谷之中一片沉默。宁沫修长的手指轻轻弹了弹袖口，漫不经心的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这里故意拖延，是想做什么吗？” 不就是想等你们苍玄宗的同门来救援吗？你们苍玄宗这一代的首席弟子，除了苍玄峰的唐木心与雷玉峰的谢岩外，其他首席却是要弱一些。而据我们圣宫的情报，唐木心与谢岩眼下正在其他的区域与我们圣宫其他的首席交锋，恐怕根本无法赶到这里。所以，就算有人来了，那也只是其他一些首席而已。不过，他们来了，恐怕也是送菜罢了。他眼带讥讽。 显然是洞穿了金章的意图，但他不仅不慌，反而乐意等待下去，因为他们同样是在将金章等人当作诱饵。如果能够再引来一队苍玄宗的队伍，将其灭掉，想必能够收获不少的玄元之金。原文结界笼罩的山谷之中，金章盘坐在一块巨石上，此时他的脸庞阴晴不定，显然他也没想到纳尼莫等人胃口这么大，竟然还想用他们当作诱饵。 在金章周围还有招数十位苍玄宗的弟子，只不过此时的他们皆是士气低落，身体上还有着一些伤势。金章首席怎么办？原文结界怕是支撑不了太久的时间了。在其身旁，有着弟子低声问道。金章望着那些眼巴巴望着他的弟子，深吸一口气，缓缓的道：“待会若是结界破碎，我会一力阻拦，你们立即分散而退，然后找寻其他的首席弟子。”其他弟子闻言。 面色皆是一变，显然是听出了金章言语间要舍身之意。不必多说了，我身为首席，自然有义务保护你们。此次是我大意，方才会被他们埋伏，导致同门伤亡。金章面色冷厉地打断了将要开口的众人，众人沉默，但那眼中皆是带着哀色。咔嚓，而也就是在此时，结界之上忽有破裂声响起，让得在场的苍玄宗弟子面色一变，猛地抬头，便是见到那结界之上。 有着裂纹浮现出来，轰！最终，当裂纹蔓延开来时，那巨大的结界终是抵达极限，轰然爆炸。山谷之中的众人当即就暴露在了诸多虎视眈眈的目光之下。半空中，林墨笑吟吟的望着这一幕，感叹道：“真是可惜，这乌龟壳看来是保护不了你们了。金章，你们苍玄宗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啊！”他的身体之上开始有着强悍的元气涌动起来，带来着巨大的压迫。 显然，他要准备动手了。在那山谷中，金章也是深吸一口气，眉心神魂之力凝聚起来，一支圆文笔出现在其手中，低喝道：“你们准备撤。”“呵呵，你这般状态，莫非还敢与我斗一场吗？那就不要怪我不留情了呢。”尼莫见到这一幕，嘴角掀起一抹讥诮，再然后，他眼神森冷下来，不再废话，一步踏出，就要出手。秋，不过就在他步伐踏出的那一瞬间。 突然，天地间有着一道尖锐的破风声响彻而起，一道黑光仿佛是穿透虚空而来，刁钻狠辣，直指宁沫。宁沫瞳孔微微一缩，踏出的步伐陡然收回。唰，那道黑光朝着他的身体飞掠而过，尖锐的破风声令人心悸。谁？宁沫脸庞上掠过阴冷之色，抬起头来，目光看向了西面的方向。与此同时，这天地间那众多视线也是惊愕的投射而来。 显然是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敢有人来撸虎须，在那众多目光的注视下，只见得山谷不远处的一座孤峰之上，一道有些虚化的身影缓缓的出现。他伸出手掌，轻轻一握，那道黑光倒射而回，落入他的掌中，竟是一只斑驳的黑笔，雪白的毫毛宛如枪尖一般斜指着地面。山谷之中，金章以及其他弟子也是看了过去，然后眼中便是有着浓浓的惊愕浮现出来。 显然，他们没想到来的人竟然会是这一位。哪来的不开眼的东西？你找死吗？宁墨眼神阴翳的盯着远处那道身影，漠然的道：“孤峰之上，那道身影先是看了一眼山谷中的金章等人，然后方才转向宁墨，他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然而那所说出来的话，却是让得山脉间都是为之一静。这位圣宫的王八蛋，你真当我苍玄宗没人治得了你是吗？” 第五百六十五章，明末贵地。峰峦叠嶂的群山间，那众多的目光都是汇聚于那次一座清风之顶浮现而出的身影。那些目光中充满着浓浓的惊愕，显然他们都被先前这道人影所说的话惊到了。眼前这人怎么敢在这个局面下对圣宫的首席如此的不敬？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山谷之中，金章等人瞧的那道身影，在经过瞬间的惊愕后，便是忍不住的失声：“中原。” 周元首席，他们显然都没想到，第一个赶来救援的竟然会是周元首席。半空中，宁墨也是听见了那些惊呼声，当即目光便是有些阴翳的投向那道手持斑驳黑笔的年轻身影，淡淡的道：“你们苍玄宗还真是越来越不济了，竟然连一个太初境七重天也能成为首席。”他的嘴角弯起轻蔑的弧度，这般实力，就算是在圣州大陆任何一方一流势力中，恐怕都没资格成为首席。 宁末盯着周元，语气平缓，但却蕴含着一道森冷的杀意。小子，现在跪下认错的话，或许我可以怀着一些慈悲，只割了你的舌头，以作小小惩戒。在那远处，各方的人马也是盯着这边，窃窃私语。那小子竟然也是苍玄宗的首席，苍玄宗的首席怎会如此之弱？但那金章可是喊得很清楚，不知道什么情况。不过也无所谓了，这小子虽然有些勇气，但却是太蠢了一些。 竟敢对宁沫说那种放肆的话，今日想必是要付出惨重代价。在他们看来，仅仅只是七重天的周元，在这种场合下简直就是送死。在那诸多目光的汇聚下，周元倒是笑了笑，他并未理会那宁沫，只是看向山谷中的金章等人，道：“你们没事吧？”金章摇了摇头，道：“周元，就你一人吗？”其他人马上赶到，我先到一步。”周元说道，他是担心这边支撑不住。 所以方才加快了速度，不过眼下看来来的正是时候。金章点点头，原文笔一摆，眉心神魂之力涌动，便要升空而起去住周远。空，不过他身影刚动，天空之上忽有一道狂暴无匹的劲风呼啸而下，大地都是崩裂。金章原文笔下迅速的有着原文流淌而出，化为道道光圈。砰砰，光圈技术的破碎，不过金章身影也是飘飞而退，抬起头来。 面色凝重的望着半空中，只见得那里有着一道高壮的身影凌空而立，他手持黑色铁棍，面色漠然，居高临下的看过来，正是圣宫另外一位首席王渊。都老老实实的待在鼓里面吧。王渊声音漠然，然后他微微偏头看向宁沫，道：“一分钟时间。”宁沫闻言，嘴角有着一抹狰狞笑容浮现出来，道：“足够了，我会打断他的四肢，让他永远的跪在这里，让后来的人观摩。” 言语之间，杀意几乎是要弥漫出来。显然，周元激怒了这位圣宫的首席。空，当其声音落下时，宁墨的一袍猛然鼓动，雄浑的元气宛如风暴一般自其体内席卷而出，带来着强横的压迫感。那次他体内散发出来的元气呈现赤红色彩，弥漫着高温，远远看去，宛如巨大的火柱冲天而起。空，宁墨眼中有着赤红升腾，他双掌一握。 一道赤红的元气长鞭出现在其手中，长鞭宛如巨蟒般的撕裂天空，狠狠地对着周元所在之地重重甩下。吃啦，空气都是在此时被燃烧。那一鞭之威，凌厉霸道，长鞭呼啸而下，周元的身躯迅速的虚化。赤红的元气长鞭落在周元身躯上，却是穿透而去。那是一道残影。空，长鞭落在地面上，整座山顶都是在此时爆裂开来，裂痕蔓延，巨石滚落。 宁墨冷笑，手掌一抖，赤红元气长鞭瞬间转向，对着不远处的一块巨石甩去。砰！巨石爆裂，一道虚幻的身影爆射而退。砰砰！不过，不管那道身影如何急退，但那元气长鞭都是如影随形。一时间，附近的山峰不断的炸裂，一座座山头不断的崩塌。这在众人看来，显然是周元根本就没有办法反击，不断的在躲避着。不过，能够躲避这么久的时间，这身法速度。 倒是不弱，但当众人看见宁沫脸庞上那戏谑的神色时，便时知晓后者完全是在戏耍。宁沫，别玩了，浪费时间。远处那王渊有些不耐烦的道：“哈哈，好！”宁沫仰天长笑，他脸庞上浮现森然笑容，脚掌猛地一跺，脚下的空气都是在此时炸裂开来，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嗡，下一瞬，他的身影直接是在那众多目光的注视下。 出现在了不远处的一座山头之上，抓住你了，小老鼠！林墨双目锋锐的盯着前方，此时在那里，一道虚影刚刚浮现出来。他双掌虚合，赤红元气在掌心疯狂的汇聚而来，宛如一轮赤红大日。然后那一轮大日直接是携带着极端炽热与狂暴的波动，当头便是对着身前的虚影重重的拍下。那般速度根本无可躲避，这座山头都是在那般元气攻势下颤抖崩裂。 给我跪下吧，小老鼠！宁沫长笑，那一轮元气所化的赤红大日，便是在那众多忌惮的目光中，与周元的身躯碰撞在了一起。轰轰！赤红的元气风暴在此时肆虐开来，各方人马见到这一幕，都是暗暗摇头。那叫做周元的小子，竟然硬生生的吃了宁沫这一道霸道攻势，必死无疑。山谷中，金章等人面色也是微变。他们虽然在元池器中见识过周元的实力。 但眼下这宁沫的实力，却根本不是那个时候的百里彻能比啊！周元这般硬抗，会不会太大意了？赤红元气升腾，映照着宁沫的脸庞，也是显得有些狰狞。他森森笑道：“小子，下辈子要逞英雄的话，可得先把眼睛擦亮一点，是吗？”而就在他声音落下时，面前狂暴赤红元气肆虐之中，有着一道漠然的声音响起。宁沫瞳孔猛地一缩，不过还不待他有任何的反应时间。 一只闪烁着玉光的修长手掌，便是自那赤红元气中伸探了出来。手掌之处有着荧光浮现，那手掌紧握成拳，金色的元气也是奔腾涌动起来。最后，直接是对着宁沫的脑袋狠狠地砸下。那一拳，空气爆炸，音爆响彻，凌厉无匹的劲风扑面而来。宁沫面色忍不住的一变，千钧一发，急急扭开身躯。那种力量，根本不是七重天的人能够拥有的。 空那蕴含着惊人力量的一拳，朝着他的脑袋落下，砸在了其肩膀之上。咔嚓，那一瞬，有着骨骼断裂的声音响起。咚，恐怖的力量直接是令得宁沫身躯瞬间塌了下去，双脚再也站不住，双膝重重的跪倒在了地上，连坚硬的山石都是龟裂开来。噗嗤，一口鲜血自其嘴中狂喷而出。肆虐的赤红元气风暴，此时方才渐渐的退散。那诸多投射于此的眼睛。 也是在这一刻，渐渐的睁大，因为他们见到那原本应该被摧毁得尸骨无存般的周元，依旧是静静的站在那里；而在他的面前，林墨却是双膝跪地。于是，原本充斥着窃窃私语声山脉间，顷刻之间化为死寂，甚至连风声都是在此时悄然的凝固。在那众多惊骇欲绝般的目光中，周元面无表情的低头望着眼前那道双膝跪地的身影。 缓缓的道：“你是说像这样跪下吗？”第五百六十六章血债血偿。群山之间，众多目光带着浓浓的惊骇之色，望着远处那座山头上，在那里原本势不可挡的凝沫，却是在这一刻双膝重重的跪地。怎么？怎么会这样？他们张大着嘴巴，脑子中一片浆糊，仿佛是有着嗡鸣声在回荡。因为眼前这一幕实在是有些超乎他们的想象。原本在他们看来， 苍玄宗那位实力不过七重天的首席，应该在宁沫的手中毫无反抗之力才是。可现在的情况下，那在数十息前还占据着绝对上风的宁沫，直接被周元一拳轰跪在了地上。这一刻，就算是再蠢的人也都知道，眼前这位看上去仅仅只是七重天的苍玄宗首席，是在扮猪吃虎。山谷中，金章等苍玄宗的弟子见到这一幕，方才悄悄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倒没有如同外人那般惊骇莫名。 毕竟在苍玄宗内，他们已经不止一次的见过周元那恐怖的战斗力了。而在那众多震惊的目光注视中，那被周元一拳打跪在地上的宁沫，在经过数息的呆滞后，终于是明白发生了什么。当即，他那一对眼瞳便是有着血丝疯狂的攀爬出来，熊熊狂暴无匹的赤红元气在此时疯狂的自其体内爆发而起，在其肩膀处形成赤红屏障，将周元那落下的重拳顶住。 他手掌猛地一拍地面，地面崩塌，而其身影便是出现在了半空之中。宁沫此时的脸庞阴沉的让人感到恐惧，他目光血红的盯着周元，伸出手掌擦去嘴角的血迹，那自牙缝中蹦出来的声音中所蕴含的杀意，几乎要化为实质。好，好，没想到我宁沫竟然也有被人耍的这一天，这就是你的手段吗？故意示弱，令我麻痹，趁机重创我吗？宁沫摸着肩膀。 此时，他的右臂都是呈现断裂般的姿态，显然是被先前周元一拳所打断。宁沫，如果你不行，那就让我来，不要丢了我们圣宫的脸。在那不远处，王渊望着这一幕，淡漠的眼神也是变得冰冷起来，如鹰隼般的锁定了周元。这个小子没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不需要。宁沫咬着牙，深吸了一口气，压制着心中暴虐的杀意，道：“刚才是我大意了。” 放心，我会剥了他皮来洗刷先前的耻辱。先前周元那一拳虽然力量惊人，但宁沫并没有感觉到太过强横的元气。那一拳如果不是他太过的大意，完全可以抵挡下来。空，宁沫凌空而立，赤红的元气疯狂的涌动，整个山林间的温度都是在此时渐渐的升高。赤红的元气升腾而起，隐隐间，竟是在宁沫的身后化为了一片火红的星斗。远处。 那些各方人马见到这一幕，都是爆发出惊呼之声。元气化星斗，那是唯有气府内的元气星辰数量破万时，方才能够出现的异象。显然，这位圣宫的首席为了洗刷之前的耻辱，已是再不敢有丝毫的保留，直接是将自身最强的元气技术的爆发而出。宁墨居高临下的望着那立于山头上的中原，眼神赤红，此时的他宛如是火神一般，浑身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压迫感。 这一次，他没有再说任何的废话，双手猛然合拢，结出法印，熊赤红的元气咆哮而出，铺天盖地，翻腾之间，竟是形成了一只数千丈庞大的火焰巨手，巨手之间似乎还有着一张若有若无的狰狞面孔，尖锐的嘶吼声自其中传出，一股狂暴毁灭的波动散发开来，山林间各方势力望着天空上那火焰巨手，面色都是有些凝重，眼中透露着浓浓的忌惮。 那是炎魔焚海手，据说这可是圣宫十殿之一的炎圣殿最强的元素之一。看来吃了刚才的亏后，宁墨也要真正的下狠手了。王渊望着这一幕，也是微微的点了点头。还好宁墨没有蠢到继续和那周元玩下去，直接是施展了他最强的元素。面对着宁墨这道攻势，就算是他都不敢轻易硬抗。想必那周元就算隐藏了实力，这一道攻势也足以分出胜负了。空。 火焰巨手成型，宁沫眼神阴冷的锁定周元，双手合拢，下一刻，火焰巨手直接是铺天盖地的呼啸而下，穿透虚空，狠狠的对着周元所在之地覆盖下来。漫山遍野的古树都是在此时燃烧，化为熊熊火海。周元立于山头，望着那在眼瞳中急速放大的火掌，眼中也是掠过一抹惊讶之色。这宁沫的实力倒的确是相当强横，不仅自身元气同样达到了破万之数。 而且还修成了这般威力的元素，不过火掌之上的鬼面若隐若现，显然此术凝墨也只是小成而已。这圣宫的首席的确实力不弱，不过周元的眼中却并没有任何的惧色，甚至他都没有半点要避开的迹象，而是面色平静地望着那呼啸而至的火焰巨手。下一刻，他的脚掌猛然一跺，唰，地面龟裂，而周元的身影却是在那众多震惊的目光中冲天而起。 直射那镇压而下的火焰巨手而去，他不仅没有退避，反而选择直面迎上。在那火焰巨手之下，周远的身影渺小如蝼蚁，给人一种蚍蜉撼大树之感。不知死活的东西！宁莫望着这一幕，脸色陡然变得狰狞起来。他这道底牌杀招，就算是圣宫中与他实力相仿的首席，都不敢如周远这般选择最直接的硬抗。天地间所有的目光都是汇聚于此，远处的一些人马。 都是有些不忍的，摇摇头，仿佛下一刻就会见到周元的身影被那炎魔巨手生生拍成灰烬。嗡、哦！而就在那些目光的注视中，当周元与那炎魔巨手即将接触时，忽然间，金色的元气铺天盖地的自其体内爆发而出，金光在其身后汇聚，化为了一片金色星斗。花，当周元的身后那一片金色星斗出现时，天地间顿时也是响起了连片的惊呼声，那一道道目光中充满着惊愕之色。 那宁墨的眼瞳也是在此时微微一缩，面色微显凝重。他已经足够的高估周元了，但没想到后者的元气修为竟然也是达到了这般程度，丝毫不弱于他。原来你才是你真正的实力。不过，你以为凭此就能够应接我这炎魔焚海手？只能说你太天真了。宁墨面露森然，他对于自己这道底牌充满着绝对的信心。金光元气缠绕在周元周身，宛如巨蟒盘踞。 他双手闪电般的结印，低沉的声音自其嘴中传出。太玄圣明术，神秘的光影凝聚而出，猛地俯冲而下，覆盖在了周元的身体之上。而也就是在这一刻，双方碰撞在了一起。空无法形容的巨声自那天空上响彻起来，紧接着有着狂暴无匹的元气风暴横扫而开，附近的一座座山头都是在此时崩塌碎裂。那般碰撞，看得无数人头皮发麻。 然而，所有人都是死死地盯着那碰撞之地，那里的狂暴元气扭曲了空间。半晌后，方才渐渐地开始平息下来。宁沫的目光也是眨也不眨地看向那里，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应该是被烧成灰烬了吧？他咬牙切齿地道。不过，就在他的声音刚刚落下时，这群山之间，忽有无数道道吸冷气的声音响彻而起。宁沫的瞳孔也是陡然紧缩，因为这一刻，他见到。 在那虚空上，一道全身笼罩在金色元气内的身影，静静的悬浮而立。除了那周元之外，还能是谁？他竟然生生的抗下了炎魔巨手，怎么可能？宁沫脸上的表情渐渐的凝固。不过下一刻，一股寒意便是自他的脚底升起，令得一股浓浓的恐惧涌上了他的心头。因为天空上那道金光身影淡漠的目光投射了下来，宁沫通体冰凉。下一瞬，他毫不犹豫的暴射而退。 同时，嘴中有着尖锐声传出。王渊，唰！就在他身影刚动的那一瞬，金光身影消失在了虚空上，再度出现时，直接出现在了宁沫的面前。两人面孔相对，呼吸仿佛都可以听见。你们杀了我苍玄宗的弟子，是吗？近在咫尺间，宁沫听见了一道低低的声音从周元的嘴中传出。既然如此，那就血债血偿吧！宁沫大骇，赤红元气疯狂的涌出。 宛如是在身躯上形成了金层一般，轰！周元一拳轰出，雪白的毫毛自体内涌出，缠绕上拳头，皮肤呈现玉光，体内骨骼绽放出银芒。这一拳力量催动到了极致，破元低语之中，那缠绕着周元拳头的雪白毫毛迅速的化为幽黑色彩。一拳之下，杀机毕露，不，死亡危机涌上心头，宁沫尖笑出声，轰！然而周元丝毫未曾理会，拳光呼啸而出。 空间都是在此时被震裂出了裂痕，最后宛如闪电呼啸长空，在那一道道震撼的目光中，毫不留情的轰在了宁沫的身躯之上。砰！下一瞬间，宁沫的身躯化为一道赤光倒飞了出去，沿途之间一座座山峰爆裂而开，森林之中被撕裂出万丈长的狰狞痕迹。咚！最终宁沫的身躯射进了一座大山中，山石崩塌下来，直接将其掩埋了进去，整个天地间。 都是在此时变得死寂。第五百六十七章强势首席。巨大的裂痕自山林间贯穿而过，沿途的山头尽数的崩塌，整个天地间那一道道目光都是近乎呆滞的望着这一幕，气愤死寂。如果说之前宁沫被周元一拳轰跪下去，众人能够理解，那是因为周元故意是敌以弱所导致。但眼下这一幕，却是再度有些颠覆他们的认知。宁沫这道杀招，几乎已是倾尽全力的最强攻击。 面对着这等攻势，就算是同等级的强者都不敢硬汉锋芒。然而，谁能想到周元不仅没有退避，反而是选择了最为蛮横的方式，以一种无可匹敌般的姿态，硬生生的将宁墨最强手段轰碎开来。那些目光望着远处最后一座崩塌的山峰，宁墨的身影被掩埋在其中。先前周元那一拳，足以轰杀一位太初境九重天初期的强者。沉默半晌。 当着天地间那些目光再度投向周元时，已是充满了浓浓的忌惮与惧色。而此时，他们方才彻底的明白过来，为何眼前的周元明明看上去只是太初境七重天的实力，但却能够成为苍玄宗的首席了。山谷之间，金章等众多苍玄宗的弟子也是有些震惊的望着这一幕。虽然他们知晓周元的实力不弱，但也是没想到他竟然能够直接将圣宫的一位首席摧枯拉朽般的击败。 要知道，那宁墨的元气修为同样是达到了破万之数，如此造诣，在他们苍玄宗七位首席间都足以名列前茅。没想到，经过九龙洗礼后，他的实力竟然强到了这种程度。金章的眼神有些复杂。此时的周元显然远比元池纪时更强大了。其他的弟子眼中更是有着敬畏浮现，而那些圣宫的弟子一时间则是面色难看。 显然有些难以相信，宁墨竟然会在苍玄宗这位首席的手中败得如此凄惨。特别是那名为王渊的首席，他愣了好片刻，方才从眼前这一幕中清醒过来。紧接着，他的面色便是变得极端阴沉起来。但对于那些目光，周元却是眼神毫无波动的望着最远处那座崩塌的山峰。那里，宁墨的元气波动已经微弱到了极致，但应该还有一口气。于是，周元迈出步伐，显然是打算趁他病要他命。 空。不过就在他步伐刚刚踏出时，突然有着凶悍无匹的尖锐声破空而来，一道黑光带着惊人的元气呼啸而下，当头砸来。黑光尚未落下，脚下的地面已是崩裂。周元脚步停住，眼神微凝，手掌一握，天元笔闪现而出，斜挥而上。当金铁之声响彻而起，火花四溅，狂暴的涟漪风暴肆虐开来，周围的古树顿时被拦腰扫断。周元的身躯一颤，目光一抬。 便是见到那与天元笔狠狠撞击之物，竟是一根黑色的铁棍。铁棍之上铭刻着古老的原文，而在那黑色铁棍的另外一头处，正是那圣宫那位名为王渊的首席。两人的目光对碰在一起，皆是有着杀意涌动。饺子，你真是好大的狗胆，竟然下如此重手！王渊眼神森寒，喝道：“周元先前的反击太过的迅猛，所以连他都是来不及救援，宁莫便是被周元狠狠的重创。” 周元嘴角掀起一抹讥讽，道：“你们圣宫敢杀我苍玄宗的弟子，我还需要对你们的首席留情吗？”王渊语气阴森：“好大的口气！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他双掌紧握铁色铁棍，双臂之上有着黑色的元气流淌起来。一声暴喝，铁棍便是再度重重的砸下。那般声势，就算是一座山岳，都将会被其一棍砸塌。不过周元却是凛然不惧，天元笔化为黑光迎上，黑笔与黑棍。 直接是在那束隙间猛烈的轰击了上百回合，周围的环境直接是在两人的交锋下被尽数的撕裂。当最后一次重击时，周元与王渊身影皆是倒射而退。那些圣宫弟子见到这一幕，心头都是微沉。原本当他们看见王渊含怒出手时，还在期盼着王渊能够强势击败苍玄宗那位首席，为他们圣宫挽回一些颜面。但令得他们没想到的是，即便是王渊出手。 似乎也并没有取得多少的上风。要知道，在他们圣宫十位首席中，王渊已经能够排到第四，比排名第五的宁墨实力更强。王渊手中铁棍重重的插在地面上，划出一道深痕。他眼神阴翳的盯着周元，先前那瞬间的交锋，他已是感觉到了后者的实力。周元的元气修为丝毫不比他弱。我气府之中的元气星辰已凝练至一万两千颗，眼前这小子。 明明只是七重天的等级，为何底蕴会如此之雄厚？王渊眼中有些惊疑不定。据他所知，就算是他们圣宫的圣子，似乎在七重天时都极少能够达到这种元气底蕴。而当王渊对周元出手时，山谷之中，金章也是急掠而出，立于虚空，手中的原文笔闪现，有着诸多的原文若隐若现，虎视眈眈地锁定了王渊。被两位首席锁定，那王渊眉头也是皱了皱，这令得他知晓。 今日的局面，他们圣宫已是落入了下风。于是他当机立断的挥了挥手，那围困着山谷的众多圣宫弟子见状，虽然有些不甘心，但最终还是急掠而退。有数名弟子落在那崩塌的山峰中，将其中的宁墨给挖了出来。此时的后者早已昏死过去，满身的鲜血，胸膛塌陷了好大一块，鼻息间的呼吸都是变得极其的微弱，看这样子，能不能活都是个问题。 王渊也是看见了宁墨的状态，当即面色更加的阴沉。他阴冷的盯着周元，缓缓的道：“小子，你惹了大祸，是吗？”周元淡笑一声：“如果宁墨死在了你的手中，我圣宫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王渊一字一顿的道：“靠你吗？”周元手中的天元笔抬起，指向了王渊。王渊冷笑一声道：“你的确有些实力，不过小子，你也莫要得意。这片区域是我圣宫的地盘，很不幸的告诉你们。” 除了我二人以外，我圣宫雪圣殿的首席也在此处。绝圣殿首席范妖，听到这个名字，周元倒没什么动静，反倒是半空中的金章面色猛的一变，旋即他急忙传音给周元。那范妖在圣宫十大首席中排名第三，实力比这宁墨与王渊强多了，极其棘手。周元眼神波动了一下，眉头微皱，倒并非是因为那所谓的范妖，而是因为为何圣宫竟然会有三位首席齐聚这片地狱。 这些家伙难道也是冲着那六彩宝地而来？周元心中掠过这道念头。王渊瞧得色变得金张，方才寒声道：“我奉劝你们，若是识趣的话，就赶紧滚离这片地狱；否则待得范妖动手时，你们这些人就准备永远别走了。”声音落下，他再度阴冷的扫了周元一眼，手掌一挥，便是急掠而退。走，叫做周元的小子，赶紧如丧家之犬一样的逃吧！待得下次再见。 定要让你知晓得罪我圣宫的下场。在那奸笑之中，王渊带着众多圣宫弟子迅速的退去。显然，他也算是明智，知晓眼下的局面，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取得任何的优势。而对于他们的退走，周元也并没有再采取其他的措施。圣宫的人马不弱，如果在这里彻底的开战，必然双方都会付出不小的代价。但在那远处，还有着其他各方势力在暗中觊觎。如果一旦他们露出虚弱之态， 恐怕那些人马也会蠢蠢欲动。不过，不管那王渊撂下的狠话如何，但任谁都是看得出来，他们的撤退显得有些灰溜溜的姿态。而山谷中那些众多的苍玄宗弟子皆是欢呼出声。更远处，那些各方人马也是啧啧称叹。先前的局面本是苍玄宗这边尽落下风，然而谁能想到，当那位圣元峰的首席出现时，局面顿时出现了逆转。望着远处山林间那道虽然年轻， 但却自有一股凛然气势的身影，那个方强者都是发出感叹。没想到苍玄宗那没落的圣元峰，如今竟然出了这号人物。第五百六十八章留下寻宝。当圣宫的队伍撤离这片山脉后，那些远处的各方人马也是有些失望的摇了摇头。原本他们还指望着这两大巨头宗派的队伍能够真正的厮杀起来，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趁之机。他们能够猜到，双方手中的玄元之金。 必然相当的充沛，但可惜的是，双方并没有失去理智，于是失去了机会的他们，也只能陆陆续续的散去。不过短短数分钟，这片吵杂的山脉间，便是再度变得安静下来。而在那些各方人马撤走后，在后方的天地间，忽有诸多的破风声传来，然后金章他们便是见到数十道身影从天而降，正是顾红衣、周泰、吕燕等人。 不过，当他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只能看见那狼藉的战场。金章首席，你们没事吗？他们的目光最先看向金章以及那些苍玄宗的弟子。顾红衣眉目四处的扫视着，有些疑惑的道：“周元，那圣宫的人呢？”金章忍不住的一笑道：“你们来迟了，圣宫的人已经被周元赶走了。对方一位首席弟子被他重创，不知死活。”顾红衣他们面面相觑一眼，这就已经结束了。 周元首席真的是太强了，在金章身后，那些被救的苍玄宗弟子皆是眼神敬畏的看向周元，言语间充满着尊崇之意。先前周元以雷霆之势击败宁沫那一幕，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他们这些人看向古红衣等人时，眼中还带着一些羡慕，毕竟有着如此一位实力的领队者，搜集玄元之晶的效率无疑都会得到巨大的提升。对于他们这些视线。 周元这支队伍的苍玄宗弟子皆是感到一些与有荣焉。金章则是将目光投向周元，抱拳道：“周元首席，这一次真是多谢了。如果不是周元及时赶来，他们这里必然凶多吉少。”周元摆了摆手，道：“身为同门，理所应当。在进入玄元洞天内，他们苍玄宗就是一个整体了，而不再以个峰区分。如果他们的实力减弱了，” 最后，在面对着圣宫时，必然会显得极为的麻烦，所以周元不太可能会坐视一位首席所率领的队伍被圣宫所灭。金章的眼神则是有些复杂，毕竟当初林文峰在布置原文结界考验幺幺的时候，他也是结界中枢的镇守者，这给幺幺与周元都带来了一些麻烦。所以，对于周元接到吉元令便马不停蹄的赶来，他也是有些感动。不过，金章很快就整理好心态。 他看了一眼自己那些状态不太好的队员，道：“周元首席，我们先撤离这片地狱吧。如今这里应该算是圣宫的主场。”他的面色有些凝重。如果之前王渊所说属实的话，光是这片地狱中，圣宫的首席就来了三位，这般阵容算是相当强悍了。虽然他也很是有些疑惑，为何圣宫三位首席会齐聚于此。不过不管如何，圣宫在这里的实力太强，他们如果继续留下去。 对他们将会极为的不利。眼下他们应该转战其他的地域，搜寻掠取玄元之精。而让德金章有些意外的是，周元却是沉吟着摇了摇头，道：“我并不打算撤离这片地域。他此次带着队伍赶过来，不仅仅只是为了救金章等人，更为重要的是六财宝地的所在也是在此处。经过这段时间的搜集玄元之精，周元非常清楚，想要凝练出六色等级的铸神异宝有多困难。” 所以周元很清楚六彩宝地是何等的机缘，既然他知道了，那就不可能将其放弃。金章闻言，显然是愣了一下，急忙道：“周元，不要鲁莽！你先前也听说了，除了王渊之外，圣宫那位雪圣殿的首席范妖也在此处。如果我们不赶紧撤离，一旦他们杀来，我们恐怕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位范妖实力很强。”金章沉声道。 如果要将圣州大陆各方势力的首席级别的弟子排名的话，那范妖绝对能够进前十。范妖吗？周元眼神波动了一下，微微沉默道：“这片地域有一座宝地的存在，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也是为何圣公会有这么多首席赶来此处的原因。”宝地，金章也是怔了怔，方才明白为何周元执意想要留下来。毕竟在这玄元洞天中，宝地就象征着机缘。只是，就算是有宝地的存在， 如今圣宫强者汇聚，还有着那范妖坐镇，想要抢夺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金章首席，要不你先带队伍撤离，我先探探情况。周元笑道，他也是看出了金章极为的忌惮圣宫那位范妖，所以并不打算勉强后者同他前去。虽说周元比较希望他们能够同他一起，毕竟圣宫在这里汇聚了将近三位首席的阵容，实在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即便三位首席之一的宁墨已经被他给废掉了，但为了保险起见，如果金章能够跟随而来，无疑将会加大把握。金章沉默数息，然后一咬牙道：“你跑来救了我们，我们怎能将你留下？也罢，既然你想要去那宝地，那我们就跟你去，也算是为你助威。如果放任周元前去，到时候面对着圣宫的人马，周元必然会陷入弱势。这在金章看来，完全是有些忘恩负义。” 周元微愣，显然是有些意外。金章的回答：“那宁墨被你重创，就算是能够救活，恐怕也无再战之力。如此一来，圣宫那边就只有范妖与王渊两位首席。总体说来，我们也不比他们差多少。”金章缓缓的道：“既然劝不住周元，那金章只能打算跟他前去。你们呢？”金章看向身后其他的弟子，问道。那些弟子对视一眼，最后皆是咬着牙道：“如果周元首席有信心的话。” 那我们自然不怕冒风险，他们杀了我们十多位师兄弟，岂能善罢甘休？但终归并没有人惧怕圣宫，毕竟身为苍玄宗的弟子，他们也是有着自身的骄傲。金章见状也是有些欣慰，看向周元道：“如果周元首席不嫌我们累赘的话，我们愿同你前去，助你夺那宝地。毕竟对于那种宝地，我们也算是很有兴趣。”周元笑起来，这一刻他倒的确是感觉到宗门的好处。 虽说在宗门内竞争不少，但最起码在这种时刻还是能够合作在一起，一致对外。既然如此，那就再合作一把吧。他对着金章伸出手来，金章也是笑了笑，伸手与其握了握，希望这一次能够将我们之前落荒而逃的场面给找回来。第五百六十九章饭妖首席。一座竹屋之中，竹床之上，一道人影萎靡的躺着，面色惨白，呼吸微弱，胸膛呈现塌陷的姿态。 显然是被重创，看其面容，正是圣宫的那位首席宁墨。你们两位首席去追杀一个金章，竟然被搞成这副狼狈样的回来。在那竹床旁，有着一道笑声响起。不过那声音虽然笑着，但其中散发出来的阴寒之气，却是令得一旁的王渊面庞微抖了一下。他抬起头看向左侧，只见得那里有着一名消瘦的男子，男子皮肤极为的白皙，嘴角带着笑。 只是那眼瞳略微的显得有些猩红，他修长白皙的食指交叉，正面带笑意的望着王渊与躺在竹床上的宁沫。这一位正是圣宫雪圣殿的首席范妖。王渊道：“苍玄宗来了一位首席救援，宁沫便是被他所重创。”哦，范妖带笑道：“难道是苍玄峰的首席唐木心吗？”王渊面庞微僵，好半晌方才道：“是圣元峰的新晋首席，名叫周元。”声音落下时。 他能够感觉到范妖的目光停在了他的身上，然后有着一道玩味的声音响起：“圣元峰，你说的是苍玄宗那个没落不知道多少年的圣元峰？我可是听说圣元峰的首席在那苍玄宗七峰中始终居于末座，他竟然能够打败宁墨。」呵呵，是你们本事太差，还是我们的消息太落后了？”听到范妖声音中带着的讥讽，王渊面色也有些不好看，哼了一声道。 那小子的元气星辰同样达到了破万之数，并不简单。不过旋即他便是按耐下情绪，问道：“现在宁沫怎么办？”范妖淡漠的瞥了一眼，道：“已被重伤，还留着一口气，以这里的条件，不可能让他痊愈。而且就算是勉强养好伤，怕是也没什么力量，连一个寻常弟子都不如。”王渊皱了皱眉头，如此说来，现在在的宁沫几乎成为了一个累赘。范妖略显猩红的眼瞳。 在那躺在竹床上的宁沫身上扫了扫，眼中掠过一抹血光，旋即他上前一步，弯下身子，轻声道：“宁沫，既然眼下你已经没有什么力量，那就为了我们圣宫，再付出一些吧。”那面色惨白的宁沫哭地睁开眼睛，死死地盯着范妖，嘶哑道：“你要做什么？”范妖微微一笑，笑容显得极为的阴冷。他的手掌缓缓地悬浮在宁沫的小腹处，道：“将你那辛苦凝练而成的四色主神异宝。” 交由我来保管吧。他掌心一抓，血光在掌心涌动。只见得那宁沫的体内有着四色光芒涌动，似乎是有着一团四色光团缓缓地从其体内升起。宁沫的身躯激烈的颤抖起来，他面目都变得狰狞起来，伸出手掌抓住范妖的脖子。不过此时他浑身元气难以催动，那般力量范妖根本就未曾理会。范妖笑眯眯的望着那次宁沫体内升起的四色光团，最后将其彻底的抓在手中。 那是一颗如果实般的东西，上面缠绕着四色光芒，正是宁沫千辛万苦方才凝练而成的四色铸神异宝。体内的铸神异宝被强行剥离，那宁沫的身躯也是痛苦的扭曲起来。他眼睛死死的盯着范妖，眼中满是怨毒之色。最终，身躯渐渐的瘫软了下去，生机直接消散。本就处于重创之中的他，显然直接被范妖生生的折腾死了。范妖，你那一旁的王渊也是有些震惊。 他没想到范妖如此狠毒，竟然直接趁宁沫重创时，反而夺走了他的助神异宝。范妖瞥了他一眼，然后手掌一画，手中的四色助神异宝便是分割开来，其中四成被他推向了王渊。他是自身无能，丢了我们圣宫的脸，自然该有惩处。而且以他这种状态跟着我们，不过是累赘而已。你觉得我们有多余的力量来照顾他吗？范妖淡淡的道。 王渊望着漂浮在面前的四色光芒，其中所蕴含的浓郁玄元之精，令得他怦然心动。你知道我们接下来的目的？那是一座六彩宝地，是我从一位小雷门首席嘴中撬出来的线索。如果我们合力的话，这片地域无人能与我们抗衡。找了这凝墨，我们反而能够分得更多。范妖语气不带丝毫的情感，王渊的眼神变幻不定。而且此事的罪魁祸首是那苍玄宗圣元峰的首席。 我答应你，如果那小子还敢停留在这片地狱，我会抽干他的血来为宁沫报仇。范妖盯着王渊，将那一团浓烈四色光团托起，放在后者面前，猩红的眼瞳中流转着无情的光泽。王渊，你不会为了一个死掉的家伙和我交恶吧？王渊抬头看了范妖一眼，最终没有再说话，而是接过那一团四色光芒，他的眼中掠过一抹贪婪，毫不犹豫地将其收了起来。明智的选择。 范妖笑盈盈的道：“王渊冷哼一声，他看了看宁沫逐渐冰凉的尸体，道：‘我会告诉其他弟子，宁沫的死都是那周元所造成。我们努力救了，但却没有挽回。’”范妖赞同的点点头，将他的尸体收起来。如此充沛的血肉，我之后可还有作用呢？他笑盈盈的说了一声，转身走出竹屋。竹屋之外，有着众多圣宫弟子。范妖手握玉简，有着光芒地图在面前浮现，他的眸子。 盯着其中某处，嘴角有着一抹浓浓的贪婪之色浮现出来。六彩宝地，六色主神异宝，这种宝贝就算是他们圣宫的圣子都会垂涎万分。眼下没想到，在这玄元洞天外围区域竟然也会出现，这是属于他范妖的机缘。在范妖心潮涌动时，忽有一道光影自远处掠来，落在其身前。到，范妖首席，有消息传来，似乎是发现了百花仙宫的一支队伍进入了这片地域。” 百花仙宫，范妖眉头微皱，他苍白的十指交叉，喃喃道：“难道他们也知晓了六彩宝地的消息？”还有，面前的弟子顿了顿，再度道：“好像苍玄宗那波人也并没有离开这片地狱，反而是在向东方而去。”范妖闻言，顿时一怔，目光投向地图上面六彩宝地的位置，然后那嘴角便是掀起一抹玩味之意，眼眸中的阴寒，则是令得四周的温度都是降低下来。 小雷门的这些王八蛋，嘴巴还真是比裤腰带还松呢！好好的秘密，现在满世界都知道了。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他笑着喃喃道：“不过也好，顺手帮我的好兄弟宁沫报个仇吧，也算是一番祭奠了。”第五百七十章巧遇百花。这里就是你所说的六彩宝地所在，一座山头上，顾红衣小手搭在眼前，望着前方那连绵的古老山脉，山脉之中有着迷雾笼罩。 那迷物都是隐隐有着绚丽的光彩散发出来，山脉中不断的有着诸多嘶吼声传出，带着狂暴的元气波动。顾红衣凝眸看向周元，眼中带着询问。他们在将金章等人救下后，便是按照周元的指引一路东来，最后抵达此处。而照周元所说，此地应该是有着一座六彩宝地。此地的确是颇为的凶险。一旁的金章也是脸色微现凝重的望着那迷雾中的连绵山脉，他精通原文。 所以神魂也是不弱，感知远胜常人，所以他能够隐约地感觉到，在这山脉中有着不少危险的元气波动。能够孕育出六彩宝地的地方，怎会简单？周元对此倒是不出多少的意外，他目光盯着那弥漫的迷雾，皱了皱眉，道：“不过这些迷雾有些古怪，竟然能够干扰神魂的感知，这倒是个麻烦事。如果无法感知，那么胡乱闯入其中，就真的变成瞎子了。这对于他们而言。” 是极其不利的消息。金章也凝视着略显绚丽的迷雾，许久后忽然道：“这里的迷雾在渐渐呈现一种稀薄的姿态。”周元也是轻轻点头，显然同样是有所察觉。他微微沉吟道：“先在此落脚，观测一下，再做打算。”他并没有鲁莽的直接闯进山林中，毕竟此时的他并非是一人。他既然带了两支队伍而来，自然也要为了他们的安全负责。而且这座古老山脉。 即便是他，都是隐隐间的感到一些危险气息。顾红衣起手微点，然后便是吩咐了下去。此时，苍玄宗两支队伍汇聚在一起，足足上百人，规模倒是不小。分散开来，一时间山头上也是显得极为的热闹。周元与金章则是立于最高处，观测着迷雾的细微变化。而他们这一看，便是整整一日。经过一日的观测，周元与金章终于是确定，此处那彩色的迷雾。 的确是有着稀薄的迹象，而随着他的稀薄，神魂感知也是渐渐的起到了作用。周元松了一口气，道：“看来还需要等几日的时间，这里的迷雾才算是最适合进入。”金章也是点点头，但旋即犹豫了一下，道：“不过这么等下去，恐怕会被其他一些人马察觉，瞒不住的。”周元倒是想的比较豁达，他盯着幽暗的山林深处，道：“而且如果有其他人闯入，正好也能为我们分担一些。” 这古老山脉间有着不少危险的气息。周元其实并不介意有人来吸引走他们的注意力。金章闻言也是笑着点点头。而就在两人笑谈间，周元神色忽地一动，眼神微凝地看向远处的天空，道：“有人来了，而且人数还不少。”金章闻言面色也是一变，眉心神魂一震，便是有着无形的波动扩散开来。周围那些苍玄宗的弟子收到这道神魂传音，也是急忙汇聚在一起。 严阵以待，会不会是圣宫的人？顾红衣、周泰、吕烟急忙来到周元身旁，问道：“很有可能，这种规模的人数，而且其中还有着两人元气波动极强，并非是伐伐之辈。如此阵容，在这片地域中，恐怕也就圣宫了。”周元面色冷冽起来，道：“顾红衣，他们心头一凛，也就不再多说。如果圣宫的人马在这里出现的话，恐怕双方必然会爆发激烈的火拼。” 苍玄宗上百道人影，目光皆是锁定远处，周身元气涌动，随时准备动手。而在他们这般虎视眈眈的注视下，很快远处的空间波荡，有着大片的元气云朵从天而降，其中隐约可见诸多身影。不过，当他们在接近此地的时候，也是察觉到了不远处凝聚的元气波动，当即便是有着喝声陡然响彻。谁？那声音清澈悦耳，宛如百灵鸟一般。周元等人听到这声音，也是愣了愣。 然后挥手阻止下蠢蠢欲动的诸多弟子。此时那诸多元气云朵消散而去，远处的一座山头上顿时出现了百来道身影。而当这些身影再出现时，这边众多苍玄宗的弟子顿时睁大了眼睛，因为那出现的大批身影，竟全部都是一群如花似玉般的美人们。苍玄宗这边男性弟子居多，在这危险地方苦闷了半个月，眼下忽然瞧得这么多漂亮女孩出现在眼前。 顿时就忍不住的发出了一些起哄声。是百花仙宫的人，金章望着那些倩影，确实有些惊愕。在这圣州大陆上，百花仙宫最为的独特，走到哪里都是大群的莺莺燕燕。但如果谁因为她们是女子就心怀小觑的话，恐怕会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百花仙宫能够成为六大巨头宗门之一，所依靠的可并不是美貌。看来这六彩宝地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周元叹了一口气。 这百花仙宫来到此处，必然也是得到了六彩宝地的消息。而此时，那远处百花仙宫诸多美眸也是投向这边。我说是谁？原来是苍玄宗的人。你们这先前是打算对我们出手吗？在那百花仙宫众多倩影最前方，一位身姿高挑的倩影，明眸有着高冷的看来，冷哼道：“那道倩影身姿修长，倒是显得玲珑有致，瓜子脸蛋上噙着丝丝的骄傲之意。” 误会一场罢了。周元拱了拱手，眼前的女子姿容也是出色，不过她并没有什么心思，所以神色也是颇为平淡，并没有因其容颜就显得热情多少。那名女子显然也是察觉到周元的这般姿态，柳眉微蹙了一下，不悦的道：“我是百花仙宫首席弟子赵如，你们苍玄宗没有首席在此吗？派一个七重天弟子出来和我说话是什么道理？”言语间似有些不喜。 觉得苍玄宗派一个七重天的弟子与他说话，太过轻视于他。顾红衣一瞧的那女人竟然给周元摆脸色，柳眉一竖就要发作。一旁的金章连忙先出声道：“原来是赵如师妹，呵呵，在下林文峰，首席金章。这位是周元，他并非是什么寻常弟子，乃是我苍玄宗圣元峰的首席。”那赵如闻言也是愣了愣，但嘴上却没有多少服软，依旧是道：“是那没落到极致的圣元峰。” 你们苍玄宗倒也是奇怪，竟然能让一位七重天实力的人当首席。在你们眼中，首席有这般不值钱吗？他这话一出，就连金章眉头都是皱了起来。不过不待他说话时，在那赵如身旁，一名青衣女子忽的将赵如拉开。那是一位有着鹅蛋脸的美人，气质温婉。她先是冲着周元歉意的一笑，道：“我是百花仙宫首席唐小嫣，先前赵如师妹多有得罪。” 还望苍玄宗的师兄不要在意。周元与金章对视一眼，也是抱了抱拳，表示无碍。不过，经过先前赵如的态度，他们倒也是没了深聊的心思。一时间，双方气氛竟是有些尴尬。而就在周元打算先让金章去应付下对方时，在那百花仙宫的弟子中，忽有一张白皙娇俏的小脸冒了出来，绿色的长发显得生机勃勃。他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直溜溜的看向周元的方向。 然后眸子中有着惊喜之色迸射出来，周元，周元，是你吗？在他的小脑袋上，一只冰蓝色小鸟也是跳了上来，叽叽喳喳。听到喊声，周元也是愣了愣，然后目光投射而去。当他在看见那张熟悉的小脸时，眼中也是忍不住的有些欣喜之色浮现出来，绿萝。